你看我应该很高兴，但本人并没有很高兴。你怎么跑来了？听说有人要把我干掉啊，我就赶快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想玩呢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为什么杰恩姐今天会来吗？怕我取代她的位置。是哎，不可能啦，哎，不可能。代班在高雄，你就那一胜而已，你还在那边叫？走！我是中华队，我要赢过你们。娟姐，这不是全明星运动会。